选择一位蒙面唱将留下完成他的赌场。我觉得既然嗓子都已经开成这样，哇哦哦阿弟，那你就辛巴吧，辛巴大哥。对，我跟你讲啊，同龄人比较能理解，就是说声音要很久才能开，开一次不容易是吗？不，因为我刚开完演唱会嘛，两个钟头开嗓子，我终于上唱第一首，第一首唱完就哑了，就没有声音了。就是这样。这是我第一次啊，听《阴天》这一首歌啊，然后唱的几乎比莫文蔚还好。就是他们那个女孩一张嘴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哇，这个歌太对了。请你注意镜头的问题，因为我怕一扎镜头没拍到，麻烦再补个镜头，好吧？好敬业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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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呦呦，进进进，哎呦呦，扎了吗？已经扎进去了，啊！麦克风挡住我啦！已经扎进去了，你别惹他生气啊！你要放轻松啊！好，放轻松，很松很松。哎呦喂！宪哥的脸色变了，哇，扎得很深啊！哦，好深哎！你有什么感觉？他整只针都进去了。等一下你。我好像扎错了，等一下。你扎错了，这种事情可以错吗你？哎呦！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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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饶了你，我把它拿起来啦。哇！天哪！没有流血啊？哎，那个针这么长啊？那个针这么长？宪哥，什么感觉？还好，他算是手法还不错。那这样我们就麻烦可爱的文香小姐留下来独唱吧。没错，先把那个扎我真的先弄懂。其实他一出场的时候，那个歌声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大家的青春。对，你的声音就是要拿来唱歌的，你不要浪费掉你的太多时间，好吧？又学了中医，又学了针灸，还能闻香，对，我的兴趣真的有时候太广泛了，有点太广，要节制。